多年轻人喜欢去林古林来大的吉米房，这几天发现那排多了，吉米是 potato farm， 来给博了两天，几乎是每天来到都要排队。最近突然掀起的地瓜球风潮，在这间专卖店，它的环境跟卫生都让人吃得更放心，油的颜色也公开给你们看，干净清澈，油炸都能让人吃得安心。有三个口味给 customer 选择，先讲比较常见的 QQ 原味，这边的地瓜球吃起来它口感比较扎实有嚼劲，也比较有饱足感。其他两个有创意的 special 口味，一个是香醇牛奶，另一个是蓝 cheese， 比起原味这两个更受欢迎。牛奶的你拿到手就能嗅到那个奶粉香，咬下去是甜甜的感觉，但比我个人更喜欢带咸的蓝 cheese， 它的咸香味让我觉得吃了不会腻。除了地瓜球，这边的饮料他们有伯爵奶茶，茶香淡淡的奶香，不会讲哪一个比较重，口感顺滑也不会过甜。那是麦林奶茶也是照规矩一郎的 Jimmy's Farm， 在这边 order 的牛奶也可以拿过去，这两家的饮料跟食物是允许你们拿来拿去穿门子的。 order 了三杯他们的招牌纯正鲜奶，就顺便推荐你们我们喜欢的口味，长辈们都会喜欢的紫心番薯鲜奶，喜欢有口感的可以 order 他们的寒天红茶鲜奶。可是我个人要 highly recommend 的是这个 tiramisu 的口味。 Jimmy Shi Potato Farm 里面有设置座位， customer 可以来这边享受你的地瓜球，车你的大炮。现在轮到了地瓜球的 train， 还没有 try 过的朋友赶快去试试看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。